今天2024元旦，明天我抢先一步先来抽一支1月13号的总统签哦，看看一号颗银配哦会抽到哪一支签哦。签字的第一句啊，月出光辉本清奇哈，月亮就是代表柯文哲哈，等于说月亮的光辉普照了大地啦哈。第二句哈，浮云总是必影射啦哈，也就是说呢，月亮啊常常都会被这个乌云给遮蔽住，代表这次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呢，阻碍很多。第三句哈，户内用心在作福哈，就是说这一次当总统的准备功夫可能还不够哦，可能还要继续加油，不要放弃哈。第四句哈，当官分明便有益，这句话就纯粹是鼓励啦，意思说这个再接再厉，继续努力，下一次总统的起立耶哦，我们跟阿北加油的请加一。2023年全台湾香火最旺的大庙之一就是南鲲生代天佛，2015年他们的国运签哈抽出一只叫武则天坐天，隔年这个蔡英文就当选总统。2024年1月13号我们即将举办总统大选，到底哪一组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呢？我们一起去抽签，请洪牙公告诉我们哦。俗话说，入境要随俗，进庙要先拜拜哈，这样洪牙公待会四签才会快。很准，我们这边补充一下抽签的规则哈，就是每抽取的任何一支签都必须要连续三圣杯才算数，而且马上会把它的签序把它登录下来。另外，我们全程都有录影哈，不会搞错的哦。因为原本要先抽一号柯银配哈，但是洪牙公一直没有给我杯哈，我就问说是不是要先抽二号赖萧配呢？王爷就扣扣给我一个圣杯哦。是爱情的分享武器，好，先来看这封杯，来看这封情书，准备好。好，那我们接先从第二组开始抽起。我就不站起来，因为这样我担心会抽回去之后就直接被抽。准备。会不会太夸张？一次就三圣杯了，就一次就连接三圣杯，那也消费。好，我就把它抽奖。因为刚我本来抽第一支签的时候，本来先要抽柯银配，但是一直抽不会，先抽赖消费，想不到第一支签。然后呢，我跟我爷公讲说，我在摸那个签的时候，我看哪一支签跑到我。就抽每次，就抽到那支签的，就叫人签，看到就是人签，然后就是这一支签就连续三圣杯，第抽到第一支签就连续三圣杯，二号再叫杯。抽到人签是怎么样一个概念？好，其实这首签是很白话哦，第一句。佛前发誓无意前来，也就是说只要你在神明面前发誓对人民一定好哈，就会进入到第二句，且看前途得好运。这个前途就是总统大选的结果啦，也就是说得好运，1月13号你会听到的就是好消息哈。第三句了哈，此物原来本是别，也就是说呢，其实这一点本来并不看好哦，其实对北极啊不担心啊哈，因为当时候人民仰望蓝天白云啊，可惜后面变了天哈，那么就进行到第四句，也能变化得成金，你这北极啊可能变成价值的黄金哈，黄金就是总统的意思哦哈，认同的请加二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抽出三号候选人侯康配哈，抽出来你就知道人民到底有没有好康了哦。杨振北五五千呢？第三组侯康配是抽签抽最久的哦，可能是选情比较复杂，王爷思考比较久了，最后面抽出来是戊午签哈。第一句于今莫作此当时啊，今非昔比，时代已经不同了哈。第二句虎落平阳被犬欺哈，这句话很白话了哈。第三句世间凡事多难定哈，也就是世间事啊无常哈，没有一个定论的哈。第四句千山万水也迟疑，后面还有千重山万里路要走。但是结果却不一定是温暖哦，这样的未来不禁令人犹豫起来了哈。
最后面我们跟红卡配加油的请加三，那么期待大家欢迎写在留言板。